睡不着，一想到昨晚他离我只有一米远，他的气息混合空气里精油的味道，很特别，很温柔，很男人，很……哎呀，我形容不上来这种感觉，我好像对这种味道上瘾了，是精油的味道吧？他男人怎么可能这么好闻？完了，回味到这些我又睡不着了。好想念那股味道啊。小面包，不要焦躁，这样我帮你点个香薰灯，江先生卧室也有，每天晚上我都帮他点上。据说这款精油可以安抚情绪，特别的灵。你这体力太好是不是？你不睡的话就别睡了，我让你现在去锻炼。林，哎，这人又跑哪去了？林可松，林可松。你醒醒，丽娜，丽娜，叫救护车！好。哎，不好意思，这里不能进。我想问一下，患者在被发现以前有没有摄入过什么食物或者药物？啊，我做的炒饭，就是火腿、香肠，还有蔬菜，我们也都吃了，没有问题啊。没吃药，平时也健康得很。那他有什么过往病史吗？这不清楚。我把他送来医院之前，旁边有一个翻倒香薰灯。哦，好的，我知道了。上心电监控，0.3毫克，肾上腺素激素，生理盐水扩容，快！出什么事了？是江天帆先生吗？不是，林可松怎么样了？哦，他还没有醒。请问你可以联系到林可松的家属吗？联系家属？情况这么严重吗？
对，患者在昏迷之前接触了精油，我们刚已经对精油进行了化验，也对林小姐做了变态测试，发现正是精油中所含的醋酸沉香醇导致了她的过敏反应，而且情况相当严重。虽然我们已经使用了脱敏药物，可是情况还是不是很乐观。那个精油忘了很长时间了，为什么没事？这是病危通知书，需要你们家属签字。林可桑的家人就住在上海，可以吗？嗯，可以。妮娜，马上给小雨四叔打电话。哎，好。江先生，我已经在路上了。医院不管用什么药都行，只要把人给我救回来。伊丽森，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你休息，有件事儿我想问你一下。嗯，你上次给千帆的精油和给我的是同一批吗？当然是。嗯，精油有什么问题吗？奥利没事吧？哦，那倒没有，是林可颂，他对精油过敏住院了，而且挺严重的。什么？怎么会这样？你不用担心，我们现在正在治疗他。嗯，我明明记得你那批精油我检查过是没有问题的，但检测出的沉香酯和他这次过敏的好像不太一样。这不可能啊。没什么，我就是随便一问。这么晚了不打扰你休息，请听。您这样做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们这是医院，这事儿本来就是个意外，和他没有关系。没关系，和你们都没关系，和我有关系。你带走可颂的时候，要是我不答应，他现在会躺那儿吗？啊，那么一活蹦乱跳的孩子，要到这个嘴，你不觉得太可怜了吗？你先生，你别激动，我们正在想办法积极的治疗，脱敏药也用上了，您放心，不会有太大问题。姓江的，我告诉你，可颂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的，我这条老命就给你换了。哎，您先坐着，您先坐着。您消消气儿，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千帆，林叔叔，可颂要是有个万一，
我把命赔给你。你带一边去。过来。小雨啊，到哪儿了？你赶紧的！你自己都下通知书插管子，你眼看这一口气要上不来啊！爸，我就不回去了。安康鱼干，你知道对时间要求有多苛刻吗？从鱼肚子里拿出来就必须立马做。我姐有你就行了，我也帮不上什么忙。什么？一个破鱼干和你姐姐谁重要？你不知道吗？我告诉你，你赶紧给我过来！我要我，喂，喂。你个混蛋丫头，医生，可颂他怎么样了？放心放心，暂时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我们后续还会治疗的。先出来跟大家说一声，大家不要着急。谢谢谢谢。没事，有什么情况我会再跟你沟通的。喂喂喂，大哥。喂，林峰，怎么了？啊，我，哎，我不是，我那个是，我估计手机有点问题，所以他自个儿拨出去了。对对对，没什么事情，没什么事情，不好意思啊，你们赶紧睡，赶紧睡。哎，建芬，在林可颂过敏的精油里面，我们检测出了一种物质，是一种慢性毒药，它能慢慢的摧毁人的神经系统。我失去味觉跟这有关吗？有。虽然最终的毒理报告还没有出来，但是理论上说，就是这个东西让你失去味觉的。这东西是精油里面本来就有的，还是额外加进去的？是额外加进去的。你放心，我已经报警了。我也怀疑过这个精油，因为当时伊丽丝给我的样本里边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如果不是这次意外，这东西很难被查出来。但千帆，你知道吗？这不是重点，而重点是……重点是到底谁想害我？不，重点是，既然我们知道了毒物是什么，我们就有治疗的办法。所以说，你的味觉是有希望恢复的。这是这几天唯一的好消息了。那我怎么一点都看不出来你高兴呢？我应该高兴吗？精油是伊丽丝买来的，然后交给李燕，最后拿给琳娜。一共只经过三个人的手，三个跟我最近的人，其中一个人想害我。不，是已经把我害得失去味觉了。我不能害怕吗？但我相信这事儿不会是伊丽丝和妮娜做的，是吗？在警方调查结果出来之前，我谁也不信，包括你。这是解毒药，输慢一点。
哎，小王，来过来一下。你把这个拍一下，把监控录像拷走。我问你，你的精油是哪来的？哦，每次都是快用完的时候，李燕就送过来了。那你每天会用多少？就几滴，一瓶大概能用两个星期。那你平时精油是放在什么地方呢？以前放储藏室，后来我嫌麻烦，瓶子又小，就拿到我房间了。这个精油是英国产的，差不多半年前奥利在伦敦开始用的，是我买的，但是到了上海以后，他已经用习惯了，所以我就尽快让那个产品寄过来。如果我忙的话，我就会让李燕负责这个事情。那平时你自己用吗？不，我不需要，我没有睡眠障碍。大部分的投毒案都是仇恨报复，所以嫌疑人的动机很重要。以你对江千帆的了解来看，李燕会不会对他心存不满？千帆有时候脾气不好，但是他人真的再好不过了。就算是批评他，也绝对是工作上的事，绝对有理有据。他对李燕真的很好。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查出嫌疑人的。谢谢。你再试试其他的，来，拿着。你的血氧浓度已经很高了，不能再加药了。为什么还是什么都查不出啊？千帆，这慢性和急性中毒它不一样，你的神经通路已经被关上了，现在可能需要长期服药，但这药效不好说。俊斌，对不起。咱俩之间不说这个，医学有时候就是这样。我们还是要去尝试更多的办法，比如中医、针灸、前端的试验性的药物。总之，别放弃，啊。不能放弃。那个处心积虑想要害我的人，就是要我放弃。我不会让他如愿的。病人的诊症都已恢复了正常，给他用的药物里面呢有镇静的作用，好好睡一觉，醒了就好了。哎，好的，谢谢你啊，医生。不客气，我们应该的。喂，喂，叶森，是我。奥利怎么样了？他恢复了吗？一点没有恢复，药还是没有起作用。不可能，这不可能！你不是博士吗？啊？怎么会治不好他？他就是失去了味觉，怎么会治不好？怎么会？叶森，哎，你先别急，你先别急啊。这样吧，等见了面，我再跟你细聊，好吗？电话里说不清楚。
是我伊丽丝。你不是说吃了解药就能好吗？为什么现在根本治不好？又怎么了？你撒谎！你害了我，你还害了别人。那是你的问题。喂，你说话。I'm done crying while you're out flying on cigarettes and booze. You can't love me, you can't keep me from someone new. You can't love me, you can't keep me, you can't hold me down. I know for certain, spite of my hurt, you ain't the only one.Miko， 金桔柠檬，谢谢。你是中学生吗？来个酒吧，点一个水果茶。你喝多了吧？我戒酒了。你知道人最痛苦的是什么吗？是什么？是不能面对自己。我不是一个好女人。伊丽丝，你是一个危险的女人。是的，你说的对，我最讨厌自己。我这样的女人凭什么该得到幸福？那你知道吗？往往越危险的东西，越具有诱惑性。我诱惑到你了吗？那我可警告你，不要离我太近。离我太近，我会伤到你。我也不想，可我控制不住。干杯。我不想一个人待着，我害怕。你喝醉了，我送你回家吧。不，不要，不要，我没有家。为了让他不离开我，我想尽了一切办法，我甚至威胁废了他。可是我没想到林可颂会出现，他把所有的计划都打乱了。怎么会这样？什么计划？我不告诉你，我谁都不告诉你，只有我一个人知道。Just wait for this moment to feel the air.
myself, there is nothing bad. Falling unto the end, seeing something happen. How can I escape? You said, don't be afraid.江先生的私人医生，谢医生。你好，江先生人呢？他说他有事儿，先回去了。哦，这个精油我用着过敏，江先生用了这么久，他没什么事儿吗？啊，我们已经给他做了排毒，他没事了，你放心。那你先好好休息，有什么事儿随时叫我。啊，好，谢谢医生啊，谢谢。江先生，那我走了，你自己多保重。你找我？你看起来很累啊，是不是没睡好？我最近睡眠很差，总是做噩梦。对不起，这段时间我什么也顾不上，压力全在你一个人身上。奥利，你不要这么说，你越这么说我越难受，是我对不起你。你找我有什么事？不能回办公室说吗？我要问的事情其实有点尴尬。尴尬？你看我们两个人现在这样，还能更尴尬吗？直说吧。俊斌都告诉我了，我用了精油有问题。没错，他告诉我了。那你应该知道我要问你什么。现在李岩跑了，妮娜被我辞退了，三个人之中只剩下你。什么？你辞退了妮娜？她可是
蒙哥马利托付给你的人呀。我知道，但我现在没办法相信任何人，也包括我吗？奥利，精油是我建议你用的，也是我买的，你怀疑到我很正常，只是我以为你会无条件的信任我。我也想相信你，可我需要听到你亲口跟我说不是你做的。不是我。谢谢你。如果我是说，如果那个给你下毒的人他做出忏悔，你会原谅他吗？那不可能，这人害我失去了味觉，这比要了我的命还惨。最可怕的是他是有计划，他每天按照剂量下毒，如果不能把这个人揪出来，我一天也睡不安稳。奥利，我记得听一位老人家说过，人之初性没有什么善恶，只是性本私。人为了自己的一点私心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如果这件事最终伤害到了你，你会不会给他一个机会让他赎罪？我听不懂你的意思，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不，我不知道，我只是想跟你探讨一下，仅此而已。是这儿的吧？啊！当然不想回去了。你说我这都差点死了，他不来看我也就算了，他连个电话也没有打，微信也没发。哎呀，你呀是冤枉他了。你在抢救的时候啊，没见他有多着急，都说把命赔给我，和你一块儿去死了。真的假的呀？这还差不多。叔叔，你都到这儿了，你跟我一起进去坐坐吧。哎呀，我就不去了，餐馆里一堆的事情呢，改天还有机会啊。嗯，好吧。你以后自己要注意，知道吗？知道了。行李拿着。哎，丫头。啊。还有啊，就是你得记住了，在这儿啊，就是跟江千帆学厨艺。你住在这儿啊，那是因为时间紧，要封闭训练。别的就别想了啊。嗯，什么意思啊？这没什么啊，去吧去吧啊。嗯，那我走了。嗯。叔叔再见。再见啊。这丫头没心没肺的。可回来了。妮娜姐。来之星，参加厨艺大赛。妮娜姐，你看我拿到什么了？妮娜姐，妮娜姐，妮娜姐，妮娜姐。妮娜姐，陈先生，妮娜姐不见了，她房间也是空的。不用找，她不在。她去哪儿了？我怎么知道？那怎么办啊？不关你的事。怎么就不关我的事啊？他走得这么突然，连说都没跟我说一声。我给他打个电话。随便你。
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娜姐的电话，妮娜姐的电话为什么打不通啊？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已经耽误太多时间，不要再浪费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上。你现在立刻换衣服进厨房练习。好好的一个人就这么消失了，你给我一个解释。没有解释。行，你不说是吧？那我报警问警察。我告诉你，是我让他走的。你以为你昏倒只是单纯过敏那么简单吗？你是被人下毒了。那这个也不是我的呀。所以你的意思是，是妮娜姐在精油里下了毒，妮娜姐想害你，所以你把她赶走，是不是？你不说话就是了。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狠心，这么可怕呀？妮娜姐她害你，她为什么要害你啊？她害你什么了？她每天照顾你，照顾你，照顾的无微不至的，你没有证据你就怀疑她？你有没有想过她的感受？你让她去哪儿？我告诉你，哪怕是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我也不会把这样的人留在我身边。我最后再说一次，换厨师服进厨房练习。我不去。小面包，照顾好自己，永远保持满满的活力。希望你和江先生一切都好，永远，永远。爱你的，妮娜。你能走？我没说你能走。谁啊？你好，我是新来的家政保洁员。家政保洁员？我不记得我预约了家政服务啊。他是我请来代替妮娜的。哥们儿啊，我劝你呢，还是赶紧走。他这个人吧，就是不管你对他多好多用心，他都好心当成驴肝肺，最后还会冤枉你。再说了，你说就我们家这点活儿需要别人帮忙吗？不需要吧。林可颂，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说什么？如果我不请人来做这些事情，你来做，我来做，你被辞退了。你别走啊！林可颂，你现在整我是不是？你看我！行，你要这样是不是？从现在开始多一条规矩，这些杂事你来做。怎么，看不惯啊？看不惯？你来做呀。李可颂，
滚回来！林可松，出来拿厨师服。你听到没有？我要去玉轩教大家做新菜，你也得来。林可松，说话。我睡着了，没听见。厨师服我放这儿了，爱来不来随便你。怎么样，妈妈？嗯，飞的还好吧？睡了吗？啊，好，那我们就回家去拿东西，可以吧？太好了，我好饿。你一直在饿，维克特。伊丽丝，有没有什么吃的呀？我要饿死了。厨房有很多你喜欢吃的，是吗？你自己来啊。啊，妈妈，我还要去工作，晚一点回来陪你们啊。Alice， 我有话要问你，你过来。李岩的事出了之后，我有一些事想问你，但是在电话里不方便说。你知道我说的是谁吗？我不知道啊。掐死一朵玫瑰，让它凋谢在你的花瓶里，是什么意思？我，那只是个比喻而已。好，真的只是一种比喻吗？我觉得好奇怪。
记得小时候，你看上家里的一个古董瓶子，想让他拿到你房间去做零钱罐儿。我不同意，结果你就把它摔得粉碎，根本不考虑它的价值是多少。现在你在江千帆身上付出这么多的感情，得不到回报，你真的就这样算了吗？那我还能怎么样？我是你的妈妈，不管你做什么我都很支持，但是前提是你要跟我说实话。妈妈，你都知道了什么？我知道李岩是个胆小鬼，我也知道妮娜很忠诚，他们两个都做不出用毒药毒害蒋千帆的事情。不许哭，把悲伤留给那些受伤的人。你现在要做的是，你用这种方法都没有留住他，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我不知道，妈妈，我不知道。蒋千帆的味觉失灵，用什么办法解决的？不是很明显吗？是，那个女孩子。蒋千帆现在已经开始依赖别人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你从他那儿得不到爱情没有关系，但是有可能连你该得到的都得不到。我不能让我的孩子受这样的侮辱，逸轩必须握在你的手里才公平。奥利跟我说过，他可以把一切都给我，可以，但是我不能要，我对不起他。哼，是吗？男人嘴上说什么都有可能，但是有一天当他发现他的味觉失灵跟你有关系，你觉得他还会那么大方吗？如果你现在不把股权掌握在你自己的手里，日后他跟林可颂越走越近，把你打下的江山都交给他了怎么办？这个是淡水的克氏鳌虾，又叫做小龙虾，传下去给他们看。因为这虾是淡水养殖的，所以我们必须用绿茶来帮它去除腥味。在没用绿茶去腥的时候，你们要特别注意一点，千万不要让茶味压一股食材的原味。所以我们把小龙虾放到茶水里面浸泡20分钟之后取出，取出以后将茶汁吸收干净。虽然是小龙虾，但我希望你们一定要确实的煮到3分熟。还有，细冷牛肉一定要内外都到达54°C，让口感和温度达到均衡。这道菜是由和牛肉和红鳌虾之间做结合，所以意义上来说也是东方食材和西方食材和烹饪的相结合。这道菜我把它取名为转身墨迹。有你的新菜单，多谢有望了。I hope so。我找了几个偏方，你要不要试试？不。怎么不放心我？我自己找。是心中鱼类，你不是说要换名字吗？因为你喜欢，所以我就保留了。奥利，我是永远支持你的，我们是一个整体。谢谢你，这没问题了。太好了，
那我这就去安排了。对了，费特来了吗？是，昨天他跟我妈妈一起到的。OK， 那麻烦你转达他，说林可颂想会会他。是吗？林可颂会有这个想法？好，我这就告诉他。你不是说想要会会我的吗？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啊？江千帆让我姐转告我的。怎么，见着我就怕了是吗？谁害怕你？不怕，不怕那就太好了。那咱们今天就比试比试，比什么都随你，成交吗？我今天很忙，我比不了。那就明天。我明天有我明天干的事儿啊。你要想跟我比，你就比赛的时候跟我比吧。就这样还说不怕我呢？我还以为一个月不见，你已经厉害得不得了了呢，没想到一点都没变。跟你说话简直是浪费时间。你放心，我不会给你放水的。走了。乐乐公主，看来你的脑袋并不聪明。你确定你用过刀吗？想要别人听你说话，光靠拍拍他的肩膀是不够的，你得自己强大才行。你得成为胜利者，你根本就不是这块料，你就老老实实的开开心心跟我做一个吃货挺好的。锆石想成为钻石就是一个笑话。翡翠白菜饺子，该好了吧？你怎么知道的？监控。我没用松露和绣球菌，我用的是冬菇和杏鲍菇，我怕我做的不好浪费了。应该好了，你尝尝吧。可以了，还挺好的。你去休息吧。我忙着呢，没时间休息。看一下。一场比赛有一场比赛的打法。明天是发布会，需要是你的精神跟气势，所以要你状态饱满的上场。你现在该休息了，还有。明天不用早起。哦，那剩下这些你做，谢谢啊。林可颂，奥利为什么故意让维克特去找林可颂？是想激他一下吗？也许吧。那林可颂最近怎么样？我很长时间没见到他了，我不太清楚。奥雷对这个徒弟可真上心啊。导师不都是这样的吗？
我和威克特跟您学厨艺的时候，您费的心也不比这个少多少。你怎么突然接受他们的关系了？你对欧雷没死心吧？妈妈，奥利说过他不爱我，但是不是因为我不好，就是因为他对这个爱情的事情他就没兴趣。他不爱任何人，他还说了他想要一辈子跟我在一起，所以我还有机会。一辈子？我说的是工作，亲爱的。我不管，我也想一辈子跟他在一起，明白他心里没有别人，我知道该怎么做。我不想继续跟他较劲，我想对他好，总有一天他会感动的。松开你的眉头。